一整桌都是瑶族当地的特色菜。天哪，太漂亮了！酿豆腐、玉荷鸭、碗油煎猪肝、桐叶粑粑、蒸黑豚肉。这个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神仙豆腐，它是用我们在山上采的一种特殊的叶子搓出来的。哦，有叶子味，草味很重。这个就是青菜版的龟苓膏啊。哦，有点像，有点像，对，真的。吃一口，健康100倍。嗯，哦，这个好棒哦，这个好吃哎。哦，你们先。竹筒蒸黑豚肉。哇。这黑豚肉的这个肥肉的地方亮晶晶的，嗯，薄薄的透明的，很好看，刀工非常好。对，你敢不敢挑战肥肉越南美女？啊，他肯定可以，他肯定可以。嗯，好吃好吃，嗯，好吃好吃，皮脆肉香。黑猪是中国的土猪，黑猪肉皮质厚，胶原蛋白丰富，用这样子的肉切成薄片，上笼屉去蒸，随着热量的传递，肉片渐渐变得半透明，散发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搭配特制蘸料，入口鲜嫩多汁，富有嚼劲。It's like very very thin。 嗯，你看，透明的还很好看，对，它这个晶莹剔透的，它有点像蒜泥白肉，对，只是它的肉质更好，所以你吃起来完全没有那个猪肉味。嗯，都不贵。来，往上蛋，往上蛋。很像白木耳。对，像白木耳。对，它胶质很丰富。嗯，好吃。哦 ，good， so good。Can we eat this? Oh, oh, what is that? 这是哎，由艾叶经过精心制作榨取其汁液，这鲜绿的汁液随后与米面混合，打成一种糯糯的食物。将这种独特的美食进一步包裹在桐叶中，这不仅保持了糍粑的水分，使其保持原汁原味的口感，还让桐叶中的香气渗透其中，赋予了这道食物更多层次的风味。I really love rice cake, which is a wrap by leaf. No, smell very good. 哇 ，I love 陈江。陈州 ，I love 陈州。I will live here because of the good food. 这个太好吃了，太棒了！嘿，这是他的最爱，是不是？你的最爱？嗯。对，然后这样。哦，这个干谁爱吃干来着？猪肝，我最喜欢吃猪肝，哪一个？就是猪肝这个。用新鲜的网膜包裹着用葱姜料酒去腥的新鲜猪肝，炒锅至旺火。下入熟菜油，烧至80%热，金黄焦香。网膜的油脂滋润着猪肝的鲜香，在口中绽放，饱满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这好特别，一般猪肝不是给它切成片儿吗？哇，这一块一块。嗯，哇，哇，我喜欢这个猪肝。厚厚的一片，吃起来好过瘾啊！嗯，我就点。在台湾也有这种煎猪肝，也是这样直接这种的，它是煎的，对，煎猪肝。哦。She love livers。哇！哇！味道真的很棒。
浓咸美味，苦味微妙。啊？什么？口味吧？口味微妙啊，微妙微妙。哎，这里还有这个蛋呢！哇 ，pink，look at egg，so beautiful，cute， 好可爱啊！我们那边是生娃以后送的蛋，这个好可爱啊 ！so cute，my pet bed，oh like that，fashion，I know，I eat fashion，OK， 我会带着它，然后到最后一家店我再吃它。I'm gonna put in this. Wow! 哎呦，你看你现在吃辣椒有进步了。You don't feel spicy? It's not spicy. Wow! 你不光中文进步，吃辣也在进步哎。进步哎。对呀。啊！哎呦，你哦，进步！你把我们贵州话叫砂锅，砂锅就是把剩余的菜都吃完，砂锅砂锅。吃嗨了。吃完了，砂锅。哎，师傅姐 ，satisfied， 满足的不得了。烧干一下给它，太子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生姜和蒜哈。这个是一个特制的一个高汤哈。哦。一鱼四吃第一吃，其鱼取自东江的有机大熊鱼，水质好，无污染，自然生长，其肉质鲜嫩美味。先将鱼洗净，刮去鱼鳞，切成大块，加入姜蒜，宽油煎至金黄，倒入备好的秘制高汤进行焖煮。第二吃椒盐鱼骨，第三吃五谷鱼片，第四吃鱼肠煎蛋。一鱼四吃表现出郴州人利用靠山临水、有柴火、有鲜鱼的先天条件做菜的优势。哇！过年了，回家了，咕嘟咕嘟的，然后那个汤煮出了那种很鲜嫩的，好香，好香啊！我们饭前喝碗汤，营养又健康。我们先尝一下这个鱼汤。好，我要喝。哦。Soup first. OK， 好啊。嗯，好喝，好鲜。吃鱼变亮，吃鱼了我们都越来越漂亮。如鱼得水。这个鱼因为是在我们东江湖流域养的哈，东江湖那个水质是一级水质，所以这个鱼没有一点泥腥味，泥巴的那种腥味啊，没有土味。这个我能喝十碗，浓郁鲜香。This one and with rice。这个跟米饭好吃，又搭了。你看它这些胶质，它的鱼的胶质们。这是第一吃吗？对，这是我们的柴火雄鱼。这个呢，是我们从雄鱼身上剔出来的无刺鱼肉。如果你一片一片的烫的话，烫8秒就可以了。这是第二吃，对吧？第二吃。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鱼肠煎蛋，它是从鱼身上那个鱼肠哈，给它切碎了，洗干净切碎了。这个我们只放盐，不放其他什么调料都不放，就是保持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哦，鱼肠煎蛋，对，这第三吃。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椒盐鱼排，从我们雄鱼身上剔下来的，外面裹的就鸡蛋液跟淀粉，椒盐味道。哦，这鱼真的很厉害。哎，这个脆的，这个好吃的。好吃吧？哇，香香脆脆软软嫩嫩，它很像那个炸那个小黄鱼的那个口感。是的。这有我童年的记忆，因为我爸老给我炸小黄鱼。是吗？好吃。然后你们还要尝那个鸡蛋，那个煎鸡蛋里面是鱼肠。哎，鱼肠脆脆的，你吃得到。它里面有鱼肠，对，它里面它是有鱼肠，鱼肠煎鸡蛋，低了，这
Let me service for everybody. 哦，对，他说八秒，这个八秒。好，嗯。Eight seconds.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ut, out, out. 要不要？你先吃嘛，你尝一下，尝一下。嗯，哦，这个鱼线很嫩，就八秒钟的这个肉质鲜美。Very good, very good, delicious.好吃吧？哦，它的肉真的很好。你想想，一家人来这儿，真的像过年一样吃这个，太爽了。我觉得这只鱼啊，它的余生值得了，我们这么的喜爱它。谢谢你，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老公 ，you eat my piece？ 没有，我肯定没有吃你的 piece。I put it there again, and now I cannot find my piece.I made a new one for you. Okay. Or here. Oh, that one. Yeah, that one. This is my piece. Yes, yes. 对的，你的那块。I think it's okay. 你要 fish head 吗？谢谢啊。这样就好了。哇哦！老公嘞，老公你要什么？我给你一块这个鱼肉，好不好？啊，好棒。好。金针菇要吗？可以啊，这个好，全部放哦。我特别喜欢吃莴笋，我加一点点汤好了。你感觉已经跟这里就是很熟悉了。我跟你说，跟 Ella 在一起啊，就享福吧。而且特别喜欢照顾别人，就很会照顾别人。我把它开大一点。我好像在那边上班的人。对你好像，而且不是因为我背着这个，很像在那边上班的人呢，很像这儿的店小二。小妹妹，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我这边才是营运一年。真的吗？对，服务员一年而已，我是服务员。那你们这个待遇怎么样呀？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啊，你看我长得那么漂亮。服务员，给我一碗米饭。好，没问题，我就。Just kidding。对他要你是用 rice 的。小姐，你的米饭，谢谢。One more， 师傅好可以哦，你看他上一家就吃的很多，你看他这家。奶奶 ，I eat 米饭。你真的有点厉害耶。哦，再来，鱼，你可以啊。In Chinese 有一句话叫做“能吃就是福”，对，确实是吃到美味就好，好有幸福的感觉，幸福，幸福，我吃的感觉灵魂都没有了，都跑出去了，这里已经空了，绝，真的是绝。这个是苏仙岭的夫子肉，夫子肉，这个是青丝银鱼汤。这个是米豆腐吗？这个就是黄糍粑、大和糍粑。啊，这是糍粑，刚刚的那个糍粑。那个就是郴州鱼粉。哦，这个是鱼粉。哎，这小饺子哎，这是什么饺？鱼饺？这是米饺，这是鱼冻，用的东江湖的鱼。就是我们刚刚吃的那种大雄鱼，对不对？对对对。东江大雄鱼。对，这个是永兴烧鸡公。烧鸡公。烧鸡公。大家用餐愉快。谢谢主厨，谢谢。哎，有人们敢吃这个？那这是什么东西？鸡脯。鸡脯。嗯。你玩啊？哎，这个烧鸡公一定要尝一尝，据说是郴州的名菜哦，它是当地的跑地鸡，每一个人到郴州的时候必点烧鸡公。哦。永兴的烧鸡公用的是小公鸡，小公鸡活泼好动，肉质紧实，鸡味浓郁，风味物质丰富。在制作时，将小公鸡剁开，加入姜、葱段，在高压锅中焖煮，起油锅下蒜头爆炒入味。呈现在客人面前的是带着山野味道的永兴烧鸡公。那我要试试看。嗯，这个鸡好好吃哦。就是三伏天吃烧鸡公是驱湿的，然后冬天会驱寒。嗯，它
辣。这个辣，不辣。Later，later， 确定 ？Later， maybe later。不辣，不辣，你确定？那可以，你已经进步了。那我到底是吃到什么辣成这样啊？不，但是我吃那个是辣的。对嘛？Spicy, right? Spicy. Okay. I told you. I told you later. Yeah. 烧鸡公是有后劲儿的， yeah. 就是你吃的时候，正吃的时候不辣。Can I have this? 我们现在吃的叫郴州宴，所以每个东西都辣。辣辣辣辣辣。我一定要尝尝这个有名的鱼粉，身为湖南人的我没有吃过。好好吃。我对这个鱼粉情有独钟。一般其实做粉可能都会用鸡汤啊，或者是排骨汤，但是他用那个鱼汤去煮那个粉，他那个鱼原本里面的那个鱼肉的鲜味进到了那个米粉里面，嗯，但是它不腥，嗯嗯嗯，要不然就是本身它鱼不腥，对，就是好的鱼，因为东江鱼嘛，水质好啊。郴州的米粉多自己手工制作，有韧劲儿，鱼肉米粉的汤底也比较特别。将当地鲢鱼的鱼肉改刀成块，下油锅煎，加入秘制的朝天红椒粉、豆糕、茶油，再加汤熬煮成一个鱼肉汤，将米粉加入鱼汤中一起炖煮，形成了美味的鱼肉米粉。米粉的弹爽与鱼肉的酸鲜辣交汇在一起，美味无敌。我要试试看这个鱼粉好吃吗？太辣，太辣了吗？我吃一小口，味道很足，嗯，但是是辣的。I will try。Are you okay？我觉得比起烧鸡公，这个粉比较辣。I want to go to the top level of spice. Top that one. This one. Yeah. Oh no no no. 这个很辣，你一定要尝。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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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It's okay， 肯定没有那么辣了。So you are a really spicy girl. 越南辣妹。